你捉妖游戏规则，每队派出三人参加，两人用肢体表演看到的题目，另一人负责猜，猜对词语多的一队获胜。接下来两队队长请派人出战来。娜娜，你来猜吧。好。我跟我的老搭档玛丽，我俩演吧。啊、哦。加油，沈老师！本世纪最默契的搭档就要拆伙了。娜娜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答题时间3分钟，开始。几个字？三个字。OK。什么鬼？老虎。老虎爬山。山。爬倒。把这三个字儿。你刚才他第一个动作你说了一个字。虎爬山。山爬虎。不是不是，你重语重语来。第一个虎。第一个爬。第二个虎爬山虎。耶、完了，太慢了。哇，猜了那么久你还嘚瑟呢。把爬山虎什么意思啊？来来来。五个字嘛。害羞。羞羞。神龙铁拳。耶耶耶耶耶耶。快点继续别舞了。你的时间很宽裕啊，还能跑个来回。哇，四个字。发呆。呆立不语。呆立不语。前两个字沈腾不败。怎么第二个字邓邦不败。耶、yeah! 哎，这样的赌太大好厉害啊。对，我今天终于不黑洞了。下一个三个字啊。车。对，过山车哟。下一个。对，好，继续。两个字。挖地。摇滚。摇滚。四。二。拜天。一。时间到。什么鬼？厨神。厨神啊，厨神。电大手。还不错，还行，可以啊，还不错，来，我们答四刀，挺厉害，有两把刷子，金宝，派人一个猜，两个演，我自告奋勇去演行不行？宝哥，还有生动的贾玲姐，行，我来演，还有愚蠢的我，准备好？好了。计时开始。四个字。我们可以骚扰他们吗？平时出去玩的时候。有。乌龟。青蛙。鲶鱼。海。对。海最下面。海底。对。OK。对。哎呀妈，太对了。第二个跟第一个后两个字是一样的。世界。对。人猿泰山。
什么圆？什么圆？歇斯底里，歇斯底里。赵忠祥，赵忠祥，星球崛起。对了，星球大战。那个，咱们小时候中央五放的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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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星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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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一个年代的，对呀、啊，唱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很多有很多很多的大森林里面有很多很多什么，很多很多什么森林动物世界，对，哎，你们得配合，这个得配合，这个过，我去机场，就是机场，哎呀，哎呀，飘啊，对。机场他累了，按摩按摩按摩，三个字椅。啊对，还有我，神一样，我去，都东北的吧？哇、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。那个啊，来。哎，我沉。不是。当当的狼当当，猪八戒没媳妇儿，对，哎呀我去，哇，这明显这是媳妇儿背猪八戒，这都能猜对，我天哪，哎呦我快，哎你是我是井柏然，井柏然，戏里面宋天英，不对。捉妖记，这是什么？奥特曼。四个字。对，钱吗？钱对，这多少？五。不，总共加起十。十。十钱天师。漂亮。胡巴又称。萝卜。啊对。白萝卜，他们胡萝卜，红萝卜，对，红萝卜，白萝卜，不是他们什么队？红萝卜，对，就是胡萝卜，他们什么队？啊，红腰萝卜，萝卜腰，萝卜腰是个啥呀？本轮天师队共答对五道题，完美 ，perfect， 非常完美。我就背妹妹那一下，到现在没缓过来呢。获胜的依然是我们的天师队，自由安排。什么叫依然？就是一直。依然这么用就非常有歧视吧。我们请我们的王牌先生啊，来把我们的这个面具拿到台上来。哇哈喽，他不是胡巴，他是什么？哎，他叫什么呀？笨笨不会走了，真的可爱啊！这大塌鼻梁子，你看，好，来吧，选哪个？你选一个。我选一个，来个黑脸吧，黑脸，这个了，黑脸，好了，不要羡慕，不要羡慕，总有机会能选的，想要吗？我们不要脸。OK，